大家好，我是热血阿杰，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热血频道。今天呢，热血阿杰来到位于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我们由外面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展览的海报。告诉各位哦，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边随时有各种常设展跟特展，然后将各种科学的知识传递给各位，所以大家跟我一起进来去逛逛吧。我们现在进来这个场馆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常设展，也是我个人每次来一定进来逛的，这个叫做大洋洲的常设展。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什么，哇塞，图腾，非常棒的图腾。这些图腾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我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一进来这个展场，你会发觉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然后加上什么，加上很特别的当地的音乐，当地的声音，让你感受到你一进来就好像身处于大洋洲。我想这一块土地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为什么？就算我世界各地这样去跑，大洋洲这一块土地我也还没踏上去过，所以我只能藉由每次来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边去感受到大洋洲的神奇魅力。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些图腾，它绝对不输你看任何的国际频道，而且国际频道你只能看影像，但是到这边，到我们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的大洋洲特展，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食品，每一样都充满了各种趣味跟意涵，包含在大洋洲原住民他们的传统创作能力，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你没有办法想象，甚至是梦中才能出现的图腾。哇，我们来看看这个，这真的太棒了，太棒了，真的，你看。这是我们就是在国际频道上面看到的那些影像，你带来到这边，你就可以直接体验不同的现实的真实的样貌。大洋洲特展，这些大洋洲的文物是由我们非常知名的已故的探险画家刘奇伟先生他所捐赠的。我想来到这边看这些文物，你可以得到非常不一样的视野，尤其是像我那么热爱雨林的生态，我光是站在这边我就能感受到那非常浓厚的雨林风情。大家快点来吧。看完我的介绍，是不是觉得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的展览都很棒呢？赶快来吧各位，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就在台中，赶快来这边看看很棒很棒的展览。热血阿杰，热血推荐。We'll be right back.